怎么了？怎么喝这么多酒？怎么了？你有什么难处？你说呀。叶言，对不起，我们离婚了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不合适。我现在工作还没有着落，还欠下一屁股债。 家主，天天都在找我，觉得我配不上，不想连累你。小哥，你别说了，你信不信我不失败了？没关系，失败了还可以从头再来，咱们一起努力。对了。 这卡里有2000，密码是你的生日，你先拿着。不管怎么样，只要你努力了，我都会支持你。所以，你还不明白，都是因为你，一直影响着我的事业。 老公，你喝多了，我扶你去休息。你每天像一个走马星一样的人，我跟你在一起，什么事都做，你这一切的人都是因为我，你明白吗？不是这样的。 一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你还伤害我的，对吗？主要是因为钱的问题，我才去挽回了戒点，好吗？金逸，别听他的，我跟你在一起，从来就没有开心过。这样。 喂，你好，天悦公司门口有一个快递，麻烦你过来签字一下。喂，给我拿下快递，麻烦你了，快点，好，那你签这个。我哪？是你啊，好久不见啊！小秋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我们的大才女苏依依呀。 怎么这么巧，在这就把你给遇到？真的好巧啊！
这个会计竟然是你的，不是你笑什么呢？搞得我俩关系很好一样，就你这身打扮，还让别人看见了，不得连我一起笑话吗？小冉，看你穿的这么好，这几年应该还要等你重做了。那当然，比起某些人，我好太多了。所以，这个过去这么多年呢，我是真没想到，你居然混成风化地的了。 哎，我记得当时我们班，你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。看来当今这个社会啊，以前成绩再好，也未必管用啊。小冉，你有必要这样吗？怎么没有必要？你看看我，虽然每次成绩都是倒数，但是还有成绩。我实话告诉你，这天悦集团的董事就是我妈。算了。 跟你说再多也没意义，快点给我吧。那你先坐一下吧。哦，对了，我刚才在那边摔倒。苏依依，我这个桌子很贵的。 这是我男朋友花了几万块钱给我买的，放在门市待着呢，就被你给弄坏了。你说怎么办？啊，坏了！这手镯，别人不做过，都很一般。我说这是款式好一些罢了，这种东西在某宝上最多花几六块钱就能买到了，所以你说这东西花几万块钱，真的不行。哟，原来是山寨货呀！肯定是被严总骗了，我跟你讲，严总虽然有钱，但他总喜欢拿冒牌货来糊弄。这个闭嘴！ 苏依依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一个送快递的，你有什么资格来评判这个镯子的价格？你配吗你？垃圾！你有什么资格来评判这个镯子的价格？你配吗你？垃圾！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给我闭嘴！我练在我们是同学的份上，你现在给我道个歉，再把我的损失给赔了，就不该提醒。 凭什么？你也凭什么是吧？好，速封快递是吧？你信不信我随时就可以让你丢掉这份工作？你有点不讲道理了，看来是不相信了。道理给我等着。喂，天赐。 你的人弄坏了我的快递，态度恶劣，顶撞客户，你今天必须把苏依依给我开除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打电话，找人开除你。喂，邢经理。感谢贵公司对我们的信任，还请夏秘书回去转告你们董事。 我们订单全力以赴，绝不让贵公司失望。邱总客气了，没有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你们这儿有个员工，态度恶劣，还顶撞。你到时候把苏依依给我开除了。好，那改天我们好好聚聚。 邱小冉，你不觉得你这样做不过分吗？过分？你今天要是不赔钱，不道歉，不过分。姐，咱们被开除了，今天不用上班了，先回公司，别生气了。谢谢。喂，邱小冉。
今天的行为，付出代价的。你会为了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的。好，付出代价，一个送快递的，你能拿我怎么样啊？找人打我呀！痴人说梦。
喂，哥，小妹，你去哪儿呢？你赶紧回来！10点我们有一场临时董事会，这场董事会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。哦，好，我马上回来。苏依依，要不是我今天有事儿，非得让你知道什么是绿的，什么是红的，敢跟我丘丘俩叫嚣，别嫩了你。 妈妈，对不起。依依，爸爸虽然知道你受到很多委屈，但还是没有。因为爸爸不想让你真正的体会到世间冷暖，体会到人情冷暖。 苏经理，今天我有事儿，一会儿说。合作的事情呢，以后再说。苏总，你怎么突然就不来了呢？我这边已经准备好开董事会了呀，你老可不能出尔反尔呀。 不想参加就不想参加了，哪有劳拨你的啊？今天我有点事儿，以后再说吧。啊，小李，回车。哥，不是10点钟开董事会吗？你怎么还在这儿呢？哎，也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 害人来说，后脚就取消了。哥，你别生气，那苏远方不是跟爸关系挺好吗？你让爸打个电话问问。爸如今卧病在床，我哪里还有脸给他打电话呀？算了算了，这苏远真把自己当回事儿，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，后来被撤到天上去了，什么了不起？ 要不是我们公司有困难，他都会求他。最近半年，天越股票一直在下滑，如果再不接引外资，公司很难再经营下去。哥，你也不能光想这些糟心的事情，你也该好好想想怎么发展。 哥，我跟严萌都过腻，酒喝差不多了。昨天他还给我买了新上市的口，对我特别好。我怎么老是觉得那小子对你有点不安好心？你自己想清楚。哥，你怎么老是对他有偏见呢？不听你说。好啦，我还不是关心你。你放心。 是我知道吗？其实你刚才被别人欺负那一幕呀，是知道的。你刚才被别人欺负那一幕呀，是知道的。爸，我被开除了。我是不是特别没有用？知道我为什么不管你？ 我是想让你体会到真正的世间冷暖，人心险恶。你上班的那家旭东会计公司，我已经与人名誉收购了，今天起你就是老板。爸、啊，
对不起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老是惹你生气。三年前，你为了和严宁在一起，赌气离家出走，爸这三年来一直在放肆。爸呀，还怎么该干脆给他砍手指。爸，我和严农已经离婚。好，我嫁给你做少爷。静言，静言，真的是你啊！没想到在这儿还能遇到你。哎，你这几年过得怎么样啊？你是苏依依吧？怎么穿的同一出戏？不是我说你啊，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怎么过得还是这么惨啊？看你这衣服，你是送快递的吧？是的。过得还真够惨的呀。你看我这衣服怎么样？昨天刚买的，花了好几千呢。你要是想买啊，我带你去。我依依啊，你也知道我爱开玩笑，别往心里去啊。没事，咱俩做了那么多年闺蜜，我知道你一直在开玩笑的。哎，正好今天老同学啊订婚，组了一个局，告别单身，你跟我一起去吧。谁要订婚呀？我先不告诉你。瞧你神秘的。不过我今天得顺行，你没通知我，所以我就……我这不通知你了吗？走吧。哎，我这身不太合适吧？要不我先回家换身衣服。走吧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好。好。陶兄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来晚了。陶兄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来晚了。小严，你怎么把他也给带来了？路上遇到了，所以就一起过来的。严总，跟我离婚，就是为了跟别的女人在一起，对吗？依依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什么跟你离婚？结婚还是我的呀？他和我离婚，我不知道办法。要是不信，你可以好好问我。云能，这疯女人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解释。秦龙，在我们离婚之前，是你。你说话呀！你是骗我吗？小冉，你别听这个，别让你的家伙，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过，都是他一厢情愿的。严冷，这都不敢承认吗？我，依依，你赶紧滚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你。依依，你赶紧滚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你。严董，你是个骗子，你不是说我是你的初恋吗？小冉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别说了，我爸给你的那笔投资款，还有我们的婚礼也取消了。是啊，一看就是个软饭男，哎，真是服了小冉。软饭男，都给我闭嘴！看让我不嫌事大小。小冉，这千多万都
我本来应该把这件事早点告诉你，可是我怕你误会。误会？如果今天苏依依要是不来，你是不是已经打算瞒着我？好，我给你个机会，你今天必须给我说出个所以然，不然我找人打断你的腿。 小冉，你不知道，我当初跟苏依依在一起，完全就是被他给骗的。我的心里永远都只有一个人。那你说说看，这个女人怎么骗你？小冉。 当初就是苏依依对我死缠烂打不放，甚至以死相逼。可是我们结婚后，我就发现她早就出轨了。我，天龙，小冉，是真的爱你的。跟你在一起后，我才知道，什么叫做爱情，你才是那个。 知道，明明是你。住口！苏依依，我不会再相信你。你以前已经骗过我一次，我现在不会再让你拆散我。小冉啊，你不要相信苏依所说的话，严总说的话，千真万确的。苏依依，你什么样？你怎么？ 别一口一个小爷，这么亲热，搞得我跟你关系很好似的。你这一年变得这么……什么叫做我变得你变得这么快？难道我会着良心说话呀？什么叫做我变得你变得这么快？难道我会着良心说话呀？你刚毕业那会儿，你就勾引我男朋友，害得我分手，但我还假装找他来说什么？ 没有的事儿，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？你胡说！你男朋友的事，我一直拒绝的态度，我从来就没有对不起你张岩。没在一起。同学们，你看看老天爷啊，平时穿的普普通通的，其实不自在，怪得很，浪荡。幸亏阎龙眼尖，把你甩了，不然呢，被你过过。张岩，你够了。对。 张岩啊，说出了我的心声，你呀、啊、就别给我们这些同学丢脸了。哎，张然，接下相信我。哇，你怎么了，张导？李总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呀？邱大小姐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速通快递的负责人李总，李毅。 好，你们好。苏依依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苏依依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看吧，苏依依啊，就喜欢勾搭像李总这样成功男士，连正眼都不敢看呢。这个苏依依啊，之前是我们公司的同事，不过啊，被我们公司彻头彻底的开除了。现在呀、啊，已经不属于我们公司了。不过这位美女，你说的没错，这个苏依依之前在我们公司啊，总是喜欢搭讪骚扰我们的男同事，什么都不干，非常的不检点。李经理，你说话得负责任。我说话还不够负责任吗？ 要不是我一直坚定啊，早被你讹上了。你当然，这也是人家的私事嘛。作为经理的我，不能过多的干涉。我公司啊，培育出他这种人，是公司的市值，也是我的市值。我愧对大家，愧对社会，希望大家多多担待。那李总今天可要多喝几杯了。这个小线人，愿着法子，想来拆散我和我男朋友。 也不知道心里有多龌龊，才能有这种想法。苏依依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苏依依，你好大的胆子！
一次又一次的得罪秋兰小姐，你这是在玩火，你知道吗？你信不信我报警把你抓起来？李经理，你可真是个小人。苏依依这个女人真是够贱，自己在婚内出轨，不知道年总过上新的生活，真是个烂女人。阿龙，对不起，我刚才冤枉你了，不应该吼你。没事，小冉，只能怪苏依这个贱人，对我死缠烂打，可能是对我还不死心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呀，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穷鬼在前几天送快递的时候，还打算让你送给我的镯子。还拿了一个破玉佩来糊弄我，我当时有事儿，还没跟他算账呢。这苏依啊，就是这种人，本事没有，坏水倒是一肚子。你拿，好，说。好，说。这贱人，居然弄坏我送给小婉的镯子。天龙，你送了什么三下货？你这里面的数吗？行了，我今天心情好，不想跟你一般见识。还有，你我记住，像你这种赔钱货，以后别再缠着我，赶紧滚。苏依依，说你贱呢，还真是一点没错，没听见吗？让你滚呐！一群乌合之众，再给我等着后悔吧。大哥，你想来就来，想回就回。你以为这里是菜市场，有那么容易吗？小兰，咱们改天再收拾他吧，不要因为他换了大家的性子。谁让他说话那么硬气，没那么容易。你还想干什么？刚才的事我可以不理解，但是你摔我手镯的事儿。不可能就那么轻易的过去。今天你要是想走，那必须给我道歉，再赔我什么？两万块钱，还少一分都不行。两万块钱，那少一分都不行。钱我是不会赔的，还有你摔坏我玉佩的事，我也不会就这么算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算。苏依依，你那个玉佩一看就是假的。可以给你，最多两百块钱，现在就给。现在该算算我的账吧。颠倒黑白，谁的东西是假的？拿去鉴定一下不就知道了？苏爷，你太冤枉我了。我对小冉那可是真心一片，怎么可能买假货品？或是。上次我告诉你，你他妈赶紧走，别在这里。秦小冉，看来你也不什么聪明，相信这种人说的话。你比我还要肤浅，你这个贱货，都到这个时候，你还在挑拨我和李浩的关系，我今天跟你没完。这下有好戏看了，居然说用假镯子忽悠邱家大小姐。传出去也不怕笑话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倒看这苏依依像条疯子在这乱叫。正好，我今天把手镯也带来了，正准备拿去鉴定。我今天把手镯也带来了，正准备拿去鉴定。各位，想必大家对翡翠镯子有一定的了解吧？真正的玉手镯，我们可以用手去抚摸，很有冰凉润滑的感觉，或者说不用观赏才对。对着光线，真正的玉，颜色晶莹剔透，绿色通透晶莹。这个宫女人懂得还挺多嘛。是我上次，等着吧。待会儿有个屠夫死了，
出的，相反之下，里面还塞了很多杂事。这个人，你好傻，连龙又进之外，就能在某宝上买到的格子，就把你骗得团团。其实我可能也被骗了，这个镯子是我托人买的，圈圈我也没骗，这个回头我去收藏。就算阿龙送我的手镯是假的，但我相信他对我的爱绝对是真的，他对我的爱绝对是真的，他可能是被别人给骗了。阿龙，你说是吧？小冉，我都以为日月可见，谈错事了。苏依依，你今天不想赔钱，可以。反正我这个人也不是很爱记仇，你直接给我道个歉就可以。尽管这手镯是假的，但的确是我不小心摔坏了，是应该给你说声对不起。苏依依，你觉得你这样给我道歉，我会接受？你有没有诚信啊？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道歉？跪下来给我道歉。邱小冉，你想得美。不跪，那今天就休想离开这儿。我说苏依依，我说你什么好呢？人家邱小姐啊，现在就想跟你赔个罪责，你就跪下来道个歉，又怎么样呢？米经理，还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像你这种穷鬼，有什么资格讨价还价的啊？人家让你跪下来是看不起，也不怎么。这儿有你什么事儿？你是不是管的太多了？苏依依，赶紧跪下来道歉，再受就跳房，别见你不知耻滑的。苏依依，赶紧跪下来道歉，再受就跳房，别见你不知耻滑的。钱总，苏依依，看你跪下来道歉。我看你是笑偏方。那放开！放过我！放开！行了，钱也够了，赶紧滚吧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这点小事让大家看笑话了。来来来，哎，坐，哎坐，喝两杯。坐。严总啊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大度一点。他呀，既然把钱都已经到了，我们应该啊让他留下来把肚子填饱，免得人家说我们闲话。我怕把他留下来打扰大家的雅兴。严总啊，这人既然是我叫过来的，你就给我个面子呗。他要是好意思的话，我也不用太少细说，随便他吧。苏依依，你看严总都不跟你办见识了，你就坐下来，跟咱们叙叙旧呗。我可没工夫跟你们在这儿会我可没工夫跟你们在这儿会有。苏依依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让你留下来，他是看得起你。也许我不知道是怎么想的，你是觉得原谅我没有成就了自己？不识抬举的东西，我不让你走，你今天别想走。既然你们这么想让我出手，今天我就不用。那行，那我得先去打个电话。毕竟工作那边还没交代。行，你去打吧。夏秘书，你到天气酒店来一趟，我这边约到你了。好。苏依依啊，这人呢，大起大落的，千万不要想不开呀、啊。
朋友们呐、啊，我突然想说几句。朋友们呐、啊，我突然想说几句。这结婚呢，门当户对重要，但是啊，穷鬼就是穷鬼，别想着抱着大腿就能翻身，你们说对不对啊？这个我说，这野鸡还想变凤凰。苏依依啊，你可千万不要想多啊！虽然李经理的话不好听，但是很中用的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根本配不上严总。苏依依，要不你去敬严总和小冉一杯吧，缓和一下你的关系。虽然说这婚离了吧，没有必要搞得跟仇人一样，你说是吧？你还犹豫什么呢？让你敬酒，你又敬，给他们敬酒啊，是你的福气。我不想喝酒。苏依依，你可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让你敬酒是看得起你，别给脸不要脸。就是，这可是个机会，好好把握，缓和你跟严总关系的最好时机。你们谁想去，谁去。别把自己当孙子逼，跟我亲自告诉。你说什么屁话？不就是吧？好，你不懂做人，我教你怎么做人。好，你不懂做人，我教你怎么做人。哟，你干什么呀？哟，苏依依，刚让你去敬酒，你不同意，现在好了吧？都够了，真是不识抬举。李总，看得漂亮，我看你是个穷鬼，我打算跟你走。承蒙邱大小姐夸奖，这结婚之前啊，得闹婚，这离了婚啊，也得闹闹。这样才热闹嘛！李哥，你说的对。上次我给同学当伴娘的时候，那帮货呀像疯了一样，非逼着喝酒，还有扒衣服的环节。幸亏我机智，才逃过一劫呢。扒衣服，这个刺激啊！可是，严总可是邱大小姐的男朋友啊，扒他不太合适吧？要不就苏依依吧。上学的时候，她可是校花呢。这要是不穿衣服的样子，那肯定更好看。要不就苏依依吧。上学的时候，她可是校花呢。这要是不穿衣服的样子，那肯定更好看。大家说是不是？哎，小张，你这个提议非常不错呀。哎，来两个同学，把这苏依依给抓住。咱们今天好好热闹热闹，喜庆喜庆啊！少队，喂，过来，来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这样是犯法的，知道吗？这跟法律有什么屁关系啊？就拿你这个穷鬼闹婚，别紧张嘛，你就牺牲一下自己，让大家伙高兴高兴。哎。你上学那会儿不是校花吗？我倒是要看看你这校花的身体有啥不一样。给我摁住了。好的。你们这群畜生，别碰我，别碰我。你们这群畜生，别碰我，别碰我。啊啊！你个贱人，你想要老子的命啊！我操！哦，李经理，难道这样是个能欺负男人的兽性？让我求求忍道，你还愣着？李经理，交给你了。臭娘们，你敢打我？哎呀妈！臭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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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真刺激，我也想来。行了，小张，你呀、啊，怎么开心就怎么来。好嘞，林哥。干什么？走开！放开我！哎，别动，还没做好呢、啊。放开我！还真是刺激，还是张岩会玩。等你结婚的时候，我们也这样玩你啊！说什么呢？哪里来的都滚哪里去！我跟苏依是贱人，能一样吗？张岩，我跟你开玩笑。要不这样，你开个直播给大家看看，兴许他还能成为网红呢。要不这样，你开个直播给大家看看吧，兴许他还能成为网红呢。哎，这主意可真不错。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。哎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呢正在准备一个特别的节目，目前这个环节呢是闹婚的环节，各位亲，请多多支持，给我走一走。等会儿啊，会有更精彩的节目，请大家拭目以待。小张啊，你这直播间人气也不高啊，这也很难得赚什么钱呀、啊。李哥，你说的对，但是我不知道网上这些人啊都喜欢看什么呀。要不咱们玩点刺激的。李哥，请你指点一二，我有点听不太明白。要不然咱们把他衣服扒了，给网友看看。反正热闹嘛，咱们一会儿把大的。李哥，这样好吗？小张啊，我知道你最近想和王总签一份合同，为这事儿啊，你没少花费心力。最近呢，我跟王总关系都不错，可以帮忙。为这事儿啊，你没少花费心思吧？最近呢，我跟王总关系倒是不错，倒是可以帮忙。李哥，就按照你说的做。苏依依，为了大家今天的快乐，李总让你跳一段 For You。你说你是自己作呢？我想你了。呸！这些畜生，简直没有人性！你这臭婊子！你没有资格骂我们。哎呀，说从哪开始说呢？啊？下边？别动！还是这里呀、啊？啊！停下！停下！啊！宝哥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饿了吗？大炮助手，你也太放肆了！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猥亵女性，你们也太放肆了！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猥亵女性。宋医生，你来了。你来晚了，是我的失职。你想就这个还这样说，你眼睛是多差的。你给我闭嘴！你今天要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他们到底是什么呀？我是盛隆集团前董事长的助理，一个小人物而已。你当我不骗你，盛隆集团董事长会有你这样的助理？笑话！邱小冉，我实话告诉你，你们今天欺负的人不是别人，他正是速通快递公司的老板，而他还有一个，是我们盛隆集团董事长的女儿。哪来的野女人啊？来这装逼寻开心是吧？我看你是脑子进水了吧。可不是嘛，这吹牛也不是这种吹牛，还公司老板董事长女人进不去，信不信等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你他妈好样装饰，你他妈好样装饰。心里话，如果苏依依她是千金大小姐，
那么，我就是他妈。如果我会让你后悔。后悔死了！苏总，对不起啊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们好大胆子，竟然敢欺负苏总！哥，又来一个演戏的，你光是好笑。不过，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，来这儿捣乱？上次的事儿我还没找你算账，我看你今天是不想在公司干了是吧？不好意思，我前几天就已经辞职了，我现在是顺丰快递苏一苏总的助手。你们一个个的给我演戏演上瘾了是吧？本来我不想走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你们今天一定别想走。你不用威胁我们，恐怕那会倒闭的会是你们。你们都说苏一是顺丰的老板，我在顺丰当了五年经理，我怎么记得顺丰老板是姓吴而不是姓苏？你们今天啊，要不是给我个解释，我就报警，抓你，告你们诈骗！报警，抓你，告你们诈骗！那你完全可以给他个无痛的，问问是怎么回事。好，你别后悔。哎，吴总你好，我是李毅。哦，小李呀、啊，什么事你说。我遇到一个疯女人，冒充咱们公司董事长，还一定让我打电话给你确定一下，你说这事搞笑不搞笑？一个女人，小李，她叫什么名字啊？那个女人叫苏依依。苏总，你怎么会认识苏总呢？苏总，董事长，您不会跟我开玩笑吧？是你是还管这个屁，我告诉你，公司目前已经被苏总收购，我们暂时没有告诉你们，怕你们会有心理负担。董总，公司现在新老板真的叫苏依依啊？董总，公司现在新老板真的叫苏依依啊？要不您传张照片给我瞧瞧，我怕有人冒充顶替啊。好，我马上上去。小李，如果真的对苏总，你千万别说给他。吴总，你放心，你们等着啊！吴总马上发照片过来了。你要是敢冒充我的新老板啊，我找人把腿给你打断。怎么了？李经理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不应该是苏依依，不应该啊！李经理，这娘们儿肯定是个骗子。只要你一句话，我们呢帮你好好收拾收拾他。你说什么屁话？苏依依，哦，苏总，您大人有大量，你饶了我吧。我不知道您的身份，我你把我当一个屁放了行吗？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啊？苏依依真的是顺丰集团的董事长？刚才咱拉黑他，他肯定不会放过我们。都怪你这个臭女人！都怪你这个臭女人！你怂恿我欺负苏总，给我跪下道歉！依依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李毅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已经被公司开除了。李毅，你别怕，以后来我苏依依集团上班，你照顾自己。一个小小的快递公司老板，有什么可牛逼的？不是，他万一要真的是顺丰集团的生意伙伴，那可是顺丰集团。别被他给骗了，我和他在一起三年，他是我还不了解。我看他能当上这个顺丰老板，肯定是赔不少烂账了。不是，他除了有点姿色外，还能有什么？就是，邱小姐说的对呀、啊，
谁稀罕人家破公司？哼！洪波，刚才李毅协同这伙人猥亵欺负我的事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你报警，让警察来追。好了，不动。你干什么？哎呀，陈小姐，你救救我呀！我可是你的人啊，我没有被警察抓走啊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不光是你，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都脱不了干系。你闹够了没有？你是不是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挑衅我？我不管你怎么抓上我，如果你今天敢动我，我就让你来破坏这公司。不，对。不就是一个破公司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今天他们人多势众，万一冲突起来，吃亏的肯定是我们。不过，夏秘书，我改主意了，今天的事就到此为止。我们走吧。苏总，你真的就这么放过这群人渣吗？就是啊，苏总，你放心，董事长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这帮混蛋，今天一个也跑不掉。是啊，苏总，这个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你们认这干什么？给我弄死那个穷鬼！娘的，才不上！我操！李毅，给我乖乖去派出所吧，向法律低头。妈，还我好声，老子弄死你！妈，还我好声，老子弄死你！阎老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们家小姐！放开苏总，放开我们家小姐！再有情况，你是不是给我弄死他？别冲动！你放心，现在肯定不会弄死我。现在看到这张脸，非常的不舒服。你说该怎么办？你就准备和你家漂亮的人说再见吧。不是，裴先生，你别乱来。苏总，真的是三流集团董事长的女儿，你要是杀了她。绝对还不能等他的爱情。说你，你们这种气是骗不了我的。你不信的话，你可以找人打听一下。三流集团董事长叫苏衍桑，他只有一个女儿叫苏依依。叶导，你别听他胡扯。你今天把苏依依的脸给泡了，我不会让你出卖的。我们集团也不是吃素的。好，你今天把苏依依的脸给画了，我不会让你负半点责任。我们集团也不是吃素的。好，住手！谁敢动我女儿？我住手！住手！依依，对不起，是我对她不好。让你受委屈。爸，今天在场的一个别放过。你是什么人啊？我可是天悦集团董事长的女儿，我告诉你，我可不怕你。谁跟谁的说话啊？你的人侵害了我女儿，我限你在半小时之内。马上到天启酒店来。哥，你终于来了。瞧你干的好事。你打我干什么？你居然敢惹苏总的女儿。你知道他是谁？他就是盛隆集团的董事长苏远山先生。他就是盛隆集团的董事长。苏远山先生，回去再好好收拾。
小妹行事鲁莽，我在这里向你赔礼道歉，希望你看在你和家父以前的事的份上。哦，爸，他在欺负我女儿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会有现在的后果？对不起。爷，现在你已经长大了，所以我想让你亲自说这个事情。苏小姐，小妹不懂事，希望你千万别让她一般见识。她不懂事，难道你还不懂事吗？天老，我曾经错误的爱情，让我生命中的人，所以我要谢谢你，跟我离婚。谢谢你今天的所作所为，让我彻底才换了一个新。谢谢你今天的所作所为，让我彻底才换了一个新，让我真正。爷，对不起，我是有苦衷的呀。我是被这个邱小冉逼迫着和他结婚的，我还是爱你的。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？爷，我们复婚吧。爷，都是邱小冉，他逼我和他结婚的。我是想拿着他的钱，我和他离婚，再和你一起过好日子。林总，你这个混蛋，你刚才还说爱我的，你现在就说我逼迫你结婚吗？你他妈就不是个男人。邱小冉，要不是你有两个臭钱，谁愿意和你结婚呀？你这个混蛋，滚开！林总，你觉得一出戏上演两遍还会有？现在想跟我在一起，那我告诉你，你不配。那我告诉你，你不配。依依，咱们以前可是好闺蜜啊，看你现在过得这么好，可别忘了我呀。我是开玩笑的，你也知道，我最爱开玩笑了，对吧？开玩笑，这种话你好意思说出口？现在是一个讲法律的社会，今天在场的凡是参与过猥亵和伤害我，都会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哥，你救我，你救救我！青儿，今天就算是过去了，也救不了你，自己照顾，自己负责。总部，报警吧。好的。我虽然看总部情况，战役可能会缺席，但你们也不会失望。爸，你走。依依，依依，依依，这张传单